修吧。那它引擎在哪里？引擎在后面。是啊，那行李放哪里？放行李。是啊。那这车子谁给你的？嗯，爸爸。所以。为什么上面贴好多贴纸啊？嗯，那我读心切的贴纸。为什么要贴？因为我怕他没有装饰，他会这台车，我感觉他这台车会哭，所以我要贴这个贴纸上去。是哦。嗯。那、啊、这台车比较好看，还是 T 打好看？这个车比较好看。而且有刷子，是哦，可以动的刷。下雨天的时候要用是吗？嗯，下雨了。哦，有吗？现在有下雨吗？有，是假装而已。是哦。嗯，假装下雨。哦。一刷刷。啊，你刚刚它可以变怎么样？变飞机啊？怎么变？把这个门打开，打开。飞机飞的，是啊，然后可以变回汽车，然后上一个人，晴晴躺在这里，哦，走到这里面。那开车的地方在哪个地方？要坐哪里？要坐这里。那你爸爸坐哪里？坐这里。那你呢？你坐哪里？坐后车厢。这有后车厢吗？嗯。这边有后车厢吗？可是我找不到后车厢。是哦。那旁边要坐谁？那这边要坐谁？这边要坐小妈妈。啊，还有小妈妈哦。嗯。那妹妹呢？妹妹坐气度。那你呢？我坐后车厢。是啊。嗯。啊